那我们知道哈，我们写这个符号啊，这是一个闪面型的符号。这符号的话，我可以用什么样？我这个符号都，这个符号都可以用的。我把这 n 方块换成什么样？把它写成相同的符号，可不可以？啊，可以哈，因为我们这符号是我自己选择的，所以我就把这翻译怎么样？把它擦掉了哈。啊，这个我用原先的符号了哈，那这样它三项都怎么样？三项都相同。那我们最后把这三项我把它合并在一起，就变成这样。啊，我们把三项哈，把三项合并在一起。啊，这一项、这一项还有这一项，啊，还有这一项合并在一起。那我们等一下来看哈，我们知道哈。Y 变这函，这是多项式嘛？这是线性独立的函数了。那么这线性独立函数所有相加的，若要等于的话，必须要怎么样？个别系数要怎么样？个别系数要怎么样？个别系数要等于。那这告诉我们是说。这个系数要等于，所以 m
到底要展开到多少项，对不对哈？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是说，如果它展开到无限多项的话，这才数字发展。那等一下我们来说明为什么哈？为什么如果是展开到无限大的话就发散了？那对数字是无限大，决定什么数？决定这个数。我举个例子哈，如果 S 呢等于，不要忘了哈，一种是没有单位是纯粹数目哈，刚讲过对不对哈？这是纯粹数目。如果它有解的话，会是什么样？啊，如果它有我用这做例子啊，如果啊做一乘等的话，我们像算这个哈，一乘做等五的话，这会怎么样？五的话哈，我先看 A 数是多少。假设等于 A 数等于多少？带进去嘛。这是这 n 等于哈，对不对哈 ？n 等于这是点，对不对哈？这是二，这是零，这是负五加一是多少？我这样写哈。A 零 A 二哈，这你见等于哈，二上一，那上多少？零哈，负五加一等于多少？负二分之负四嘛哈，等于多少？负二嘛，这些哈，我们看，那这是那 A。A 是 A 二多少？好，再进去啊 ，A 一下是二嘛，二加上二，四乘上是多少？三，二加上二对啊，四乘上三对，三四十二，上面是多少？上面是多少？二乘上二，四加三，一减掉五，所以是零。所以 A 是等于 ，A 是说等于零的话 ，A 六都等于多少？以后全部都是零。这样清楚了吗？好，这样知道意思了哈。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，如果 E 是等于0.3，这减等于5.5，会发生什么情况？啊，对，这个就到无限大去了。如果一整成5.5的话，这到无限大去了，就会无限多项，因为它有分子永远不会等于，因为分子是整数嘛，啊，整数才会等，整数才会怎么样？这个一加一永远是整数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不整数，那不可能等于嘛，所以说展开到哪里？展开到无限大。但如果展开到无限大的话，这是发散的。我们来，你再整理看看，这是发散。好、哦，这数学蛮复杂哈，所以，数学蛮复杂的哈，所以我如果写的不清楚的话，你跟我参考。或者我写错话，跟你讲哈。我就是因为我都操作掉了。那我们来证明哈，我们来证明就是说，如果这展开式哈，一直展开到无限多项的话，这是发散的。完全发展，但我们不需要，就是我不能要就是我们要避免的啊。那我们看看为什么展开到无限多项的话，它会发展啊？啊，左边的最小同学呢，什么改头叫面？啊，就是说分子不能够出一个面。所以当这题
变多少？对延时一大
都没有人去做。对，不管怎么样，假设今天一百十，一零一开始，那我现在这是到多少？到一百十三。太多了，几个币了？有没有给？啊，那我们来看好，这两项对象好。用看对象。看对象。对象对象。对象对象。好，看对象。对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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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象。所以把其中一个一塔把它提出来，再说上面吗？提出一塔出来，你们可能觉得很奇怪了，等一下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了啊！还有一塔提出来，下面还有两个，这不能提了啊！
在第三项这边添加了一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看这展开事件什么？这展开事件会被降级的。这项会变成这种，好像是这个，然后同样的在这个线上。啊，所以我们那个展开式哈，刚证明是说，后面这一段这是变成这个，然后同样的线上，然后就把这个写到前头去了哈。啊，这展开式就变成这两项。那下一步哈，下一步就这边不是从编程差异开始吗？我想办法把它怎么样，把它从零开始的嘛，加上一项，然后再减掉一项，这个程式哈，我减掉这一项，加上这一项还是一样，减这一项，加上某项。那你看底下这画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n 等于零，到 n 等于一，然后再编到在这层上面，从哪里到哪里？到现在，编到什么？这只是函数，听明白没有？所以你看哈，如果展开到无限多项的话哈 ，HY 呢就一项什么样？有一项只是函数，而且上面是正的，一塔是什么？一塔是 y 平方嘛，哦，所以这一项是多少 ？y 的平方项。哦，这我刚给你证明的就是说哈，如果这展开式展开到无限多项的话，应该会有一项什么样？只是函数的 y 平方。那我们知道 y 确定无限大，这项确定什么？是发散，是确定无限大。书上是有提到，但他没有详细的讲。好，所以我导这些公式也是补充让你们了解哈。书上会说这样讲。这样就怎么样？好，那你看到整体的包含数是什么？啊，整体的包含数是这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整体的包含数嘛。所以我们这边哈，但是这个是这个，啊，所以多少？等等啊，正的二分之一，在整体包含是怎么样？是发散的。虽然这边还有只是还是下降，但这上升怎么样？这发散比它快。这整理怎么样？肯定是发散的。那我这边证明，我是证明那个我数的哈，连是我数的恒定情况，连是奇数的话是列式，证明是列式的。那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？告诉我们是说，如果我们就让这奇数可以到无限大的话，这包含是不是发散的数？我们能不能用？这合不合物理？不合物理。所以必须要怎么样？必须要这边不能到无限大，这两个都不能到无限大。那如果要不能到无限的话，一这四项必须是什么？必须是整数。我刚才不是跟你讲，如果这是不是因为这两个是整数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两个是整数的话，这是不是整数的话，这分子永远不会等于，所以都会到无限多项。这样讲清楚吗？
啊，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项一种必须是整数。啊，那如果整数的话，到它的这个系数啊，就不会到无限上。我刚举过例子，我刚不是说例子吗？对不对哈？N 是最小数是多少？ N 的最小数是零。